而在台湾，赏樱季已经来临，阿里山公路的山樱花还有福尔摩沙樱持续绽放。嘉义县梅山乡太和村樟树湖路旁的鹦鹉王和金鹰现在也已经盛开七成，梦幻的粉丝美景有好多游客都上山赏樱。专家说，最佳的观赏期预估还有10天时间，大家可要把握时间。清朗蓝天搭配粉色樱花，相当浪漫。花朵在枝头上争相绽放，微风吹拂，阵阵樱花香气扑鼻而来，搭配古厝路径，别有一番风味。民众纷纷驻足欣赏。唯美景色就在嘉义县梅山乡太和村樟树湖路旁，有着鹦鹉王的和金鹰已经盛开七成。专家估计这10天内是最佳赏花期，预估周六投票日后将迎来上山赏樱热潮。而镜头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陆冷气团南下，10号晚间温度降到0度，园区结霜，一片白茫茫，樱花陆续盛开，在绿树的衬托下显得娇嫩欲滴，难得一见的美景令游客相当兴奋。80K 到 86K 呢，整个有山樱哈，红色的非常美丽，还有我们台湾的白色佛摩沙樱哈。那所以现在可以赏樱，还有可以看我们的银海。樱花季来临，各追樱圣地涌现人潮。专家提醒，樱花从开花到凋零只有短短几周，要一睹风采，可要抓准时机。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